头离职了啊？千浪终于倒在沙滩上了。李刚，头离职了，你有机会了。你不也是后浪吗？王毅，到会议室等我。好，哎，你联系一下滨州肿瘤医院的中间人，还有他们信息中心主任，会有技术支持。好。头儿，滨州巧就是地盘，跨区销售可是大罪过，可别在这节骨眼上出什么差。戚小军那边呢，我会跟他讲。是。你这么信任过他？别回头杨梅吃成惹身骚啊。哎王主任。哎头儿，这一单签完了，我们可就超过李刚他们了啊，您可是升职在望啦。希望不会有什么变化。主任，这个钱呢，我会准备好的。医院这方面呢，就麻烦您费心了。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谢谢。还有一点，这件事儿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讲。行，谢谢。好，那您先忙。好。走。主任。主任。哟，你们来了，坐坐坐。主任，您看啊，这个合同我们现在都已经改好了，就等着您大笔一挥了。小七啊，这次约你们来啊，就想跟你们说这个事儿。医院的这次采购项目可能有变动，我们也在等消息，不过不会太久。哦，没关系，主任，咱们都老熟人了，但这事情就麻烦你主任了。好，那咱们再等等。好。行。你说，在公司里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也都是为了赚钱，何必假装是朋友呢？是啊，被同事陷害总好过被朋友出卖吧。但是呢，我今天有个事儿，还真得冲朋友开口。起码在这里，我把你当作是我朋友。那我荣幸啊。我中了一个600万的标，但是呢是在你的地盘。哪家医院？滨州肿瘤医院。我想你能不能出面帮我把这合同给签了。行啊，提升业绩可都算我的了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提升算你的，业绩要归我了。你不怕我抽你啊？走走，今天我一定赢你，朋友。他的确让我有种错觉，也许我们真的可以算是朋友。但这么想很危险，就如同搏击中给对手露出了命门。透视人心，未尝不是一种博弈。怎么样，胜负不一定了吧？周末决胜局，赢你不是早晚的事吗？哎，王主任，啊，啊，王主任电话啊，谢谢。哎，王主任，啊，啊，我手机刚才没有电了，对，对。重症监护室，好。君，哦，好，谢谢，我有事儿先走了啊。哎。
喂，薇薇。哎，头儿。李刚的确夸咱们去中了一个标，但他不是在人民医院，他在滨州肿瘤医院。业绩他不要，全给咱们。他只要提成。头儿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表面上他给你600万，暗地里他把人民医院那1500万的大单搞垮。到时候他升总监，那你呢还得对着他感恩戴德的。哎，头儿。现在呢，正好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，咱们呀就揭发他跨区销售，那最后结果谁输谁赢可就不一定了。问一下，中正病室在哪？往里走，第5间就是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校长，您喝点水，休息休息。我来看这孩子。没事没事，我不累。小玉这孩子，这回多亏你了。你说去年村里盖学校，你花了多少钱呢？你看这次，有校长，这钱呢，我已经解决了。你再说我挣钱花到这种地方，那我心里是高兴的。我能有今天。咱们呀就揭发他跨区销售，那最后结果谁输谁赢可就不一定了。你怎么能在这会儿干这种事儿呢？被同事陷害总好过被朋友出卖吧。这是你干的？是说李刚的事儿吧？废话，你能不能出面帮我这合同签？行啊。知道你不好意思，我替你代劳了。公司决定任命谢小军为北区经理。魏总，我会为我的错误负责，等我休完年假，月底回公司，我就辞职。这场交易我输了，掉入陷阱，这怪不得别人，要怪就怪自己没有守住划定的界限。李刚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什么都不用解释，我跟你打完的最后一局，我答应你。信不信？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。朋友，我们只不过是同事而已。同事怎么了？你就不能放下自己的防线？放下防线，等着你偷袭我吧！你要问心无愧的话，那就打败我。你心神不宁，就证明你心里有鬼啊！也许是喜欢喧嚣和厮杀的动物都去了城市，这里的夜晚才会如此的安静。想想这些年，
尽管我一直很努力，尽管我处处小心，但是还是躲不开他们的陷阱。这就是与城市的界限吧，我终究跨不过去。喂，人民医院有个远程医疗的大案，我需要和你一块合作。人民医院是你的区啊，戚总，这次提成业绩我都不要。我想你没听明白我的话，我已经辞职不干了，业绩提成和我没关系。听众朋友，下面播报一组国内简讯。国家将试点推广远程医疗诊断，以城市大医院为中心，覆盖周边地区，让边远山区的人在家就能享受先进的医疗诊断和治疗。假如咱们村有这个，小玉在家就能把病治好了。是啊，如果远程医疗方案真的能实施的话，那咱们救助的就不是小玉一个人了。等咱们到了，我就去做可行性方案，把它引进咱们村，我就是干这个的。之前的事我就当都没发生，现在我需要你全力投入，建立新的项目空间，发邮件给技术支持，还有经销商以及实施团队，让他们尽快加入。有请一下李刚。OK。这么晚了，谁给你来电话？不是，是鬼。反正我就不怕，因为我有这个。鬼来的时候，我就像这样吹一下，这样鬼就吓跑了。哎，对了，叔叔，你遇见鬼的时候，你就来找我。哎，小雨，等以后叔叔要怕鬼的时候啊，就过来找你，就吹这个哨子，鬼就吓跑了，叔叔也不害怕了，啊？嗯。是啊，除了自己心里，这世界上哪会有鬼啊？我们原本有颗善良的心，当我们有了欲望，当我们开始为了利益设计别人，为了自保处处小心，我们便习惯于带着敌意去观察一切，这样你能看到的全是黑暗。突然发现这些所谓的敌人不过是自我欲望的影子。王毅，从今天起你并到戚小军那组，我想帮戚小军把远程医疗那个案子拿下来。他让咱们死对头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。说多了你也不明白，干吧，啊！李刚，我在你心里面
到底是同事还是朋友。小军，我们去打一局。早等你这句话。